36本来啊，所以我的武功应该会越来越好，因为我都比你们还认真啊，我都会看完啊。啊，在射到我们有点挑剔，我们跟他说资格啊，你要行善啊，反正我也没收钱啊，你要行善你再来，我再教你啊。啊，你行善，立志行善，你立志必须要对我讲啊，我不需要任何疑义和形式的膜拜的对象啊，你只要自己说啊，上这个课就是要行善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之前在社道本来是讲说，这边有夫妻的吗？有夫妻吗？之前本来是开放一个家庭一个名额，后来他们就讲说，夫妻一起来，他感情会更好。这个理由就很好啊，所以就答应了。那这个课程里面哦，如果有夫妻人觉得哦，这个老公真的都一点对家里都不负责任哦，整天都在外面跑，不好意思跟他讲，希望我来表达的，我都会把它融入在课程里面哦，会偷偷暗示他。所以上这种课应该对家庭也会有帮助啊。原则上，开这个课，我本来跟师傅讲说，希望能够不收费啊，因为我还是站在那个许多弱势者的身上啊。很多才艺的课，我认为那就是个人心有余力去，你自己拿你的收入跟一些出去去学，我觉得合理嘛。但是关于生命健康这个课程呢，我觉得应该不分贫贱啊，有钱人没钱人。都应该有机会来学习的，但是有时候运作哦，有它难度啊，比如寺院这边冷气啊，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基本费用。然后社大它有一些工作人员，那些都要领薪水，所以不太容易执行哈。那我是希望以后有一天应该能够达到了啊。如果达到，各位你不要太计较说我有交学费，他们没有交学费。我想应该也是因为各位你的功德让这样理想能够实现哈。那我真的不收费的理由有几个哈。第一个，教育教化哈，应该是政府、国家和公益团体应该做的事情。那我既然把它认为是一个公益团体，我就应该觉得它就不要收费了。第二个，这个费用真不高啊。我看诊费用可能都还高很多啊，那我如果要收费，那我就去看诊就好了，我干嘛来上这种课？所以有些人在社道，我们看刚讲到那个龙蛇杂处，各种人都有啊，有些人就缴学费都觉得没他的事啊，所以我故意就反正来了先讲好，行善一百件，下次我看到你那样，反正看到我们的大概那都有那种好的特质嘛，行善一百件的特质，另外。不收费行善限制，我认为它效益比较高啊。我们上一期有医师啊，有教师啊，有一些瑜伽老师啊。如果我都会要求他，那你就回馈啊，像我一样啊，回馈几堂，回馈几堂。所以这种课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，不要上了10期之后还是在文明在上啊。应该其他人要跳出来了啦。这种课应该就是。让它有延续性哈，好，那也许实习之后等数值我们理念达到了，就取消一些限制的哈。那另外不收费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，就防止有心人哈，他也有感应能力的，他就去行财练财啊，行骗啊。我们现在看见很多宗教团体，我个人觉得啦，都有一种。这种倾向啊，他巨额收费某某门啊，某某瑜伽啊，某某灵修课程，哦，那种一节课都是收费很惊人的。这边有之前在那个台南社大的，请举手一下。刚才台南社大社区大学。不是，我只要台南社区大学上过课的，请你们举手，就是要选你们当班带了。好，我们要有熟悉这个基本运作的，
不能老是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忙啊，我们自己办事的事情要自己帮忙处理啊。所以有一些资讯就请班代帮忙那个联络，所以这样就给班代，这样就比较省事。好啊，我们部落格是那个宋经理帮我们建立的，还没完全完成啦，但是各位可以稍微上去看了，慢慢的一些资料我会把它放上去，以后就成为班上互相联络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网页天地哦。那会请班代的 email 给大家，然后书籍的问题也会请班代。那我就请你们两位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请那个红色的衣服这一位的当我们班代啊，让我们认识。刚刚还有一位，那两位够了啦，他就下一期啊。他是我的同事哦，不好意思那个。那班代要不要让我们认识你一下？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姓庄，草头庄，恩惠的惠，兰花的兰。好，那我们这学期是说拜托你领导我们哈，他说班代不能试试哈，我们就由副班代协助啊。第三期我们大概人数先够了啦，因为之后还要在第一节课洪教练会让大家带个操，所以这个环境这样我想人数也够了，大概其他人都报不进来了。那其他人还有兴趣就到社大报第四期的啦，我们从9月8号开始，社大名额是20个，所以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就自己到社大那边去，因为他还有12个名额要给那个社区的，因为那场地是记在社区的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只剩10分钟可以上第一堂课的那个，那一些共用我就先不说了，我们先来讲技巧。所以各位，现在的知识只能维持到现在，等我讲知识之后再来，我们每堂课你就只能用我的知识哈。这个不讲好像也有一点怪了哈。不然就下个礼拜一起讲，我们就照顺序这样把它讲起来好了。随着贾博士的出现哦，让静坐掀起了一股热哦，在西方很多政商名人啊、公司企业啊，也都在推展静坐哦。那像美国通用公司，他就发现他生产力大增啊，连军校也在设静坐的课程，那甚至有医学中心，开静坐课程可以帮忙病患疏解疼痛，那学校推广静坐，校园暴力也降低。国家卫生研究院还拨款来研究这个议题哈。那国内的很多也有很多前辈哈，比如很有名的李峰医师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？有。抗癌30年，啊，他也是很推广静坐哦。澳门那个第四期的另外一个讲师是我跟另外一个瑜伽老师。这个瑜伽老师跟李峰医师一样哦，他也是抗癌30年了，他也没吃任何药，但是你看他可能他还比李峰医师还更有精神哦，他柔软度还更好，